上不得不放，愿闻云雾散风，天下定知情中可以闻吗？秋风烈马，江南春雨杏花，千古江山如诗如画，还我一个太平天下。塞北秋风烈马，江南春雨杏花，千古江山如诗如画，还我一个太平天下。川地艰险，易守难攻，古称川地为天府之国，那里物产丰盛，足可养兵百万。当年高祖刘邦就是从川地起兵而得天下，成帝业。将军得西川、荆襄两地之后，天下已居其半，继之就该南府一跃，西河诸戎，外结孙氏，内修军政民生，待天下有变，便可率雄师出秦川，取许昌，灭曹贼。如果将军按此方略行事，我料十年之内大业必成，再十年天下可定，将军就能忠心汉室而名垂千古。二十年即可安天下。将军可知我去何处远游了吗？不知。西川，将军请看，这便是西川五十四郡的详图。从现在开始，将军便要眼观荆州，意在西川，心存天下，徐图进取。孔明先生，刘备斗胆请你出山相助，我必终生奉你为师。先生啊，先生不出，苍生无咎。刘备恳请先生。先生，刘备叩求先生。主公，诸葛亮愿效犬马之劳。
先生。先生，您真要走了吗？那阿三怎么办？好生看管家园，我攻城之后定当归隐。阿三知道了。义德兄弟，别忘了欠我一座草堂。哎，你若助我哥哥得了天下，我给你盖一座800里大的草堂子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请走。从这一刻起，历史发生了巨变，隆中队成为千古名典，孔明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。孔明先生15年静观天下，不为所动，今日终于得其主，出深山了。孔明虽得其主，不得其时啊。细哉，细哉。今天谁先射中猎物，我重赏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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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君怎么还没回来？随我去看看。诺。齐桓公、楚庄王、晋文公相继称霸，燕、秦、鲁又继续争雄，先后300年，中原无宁日，旌旗卷长空。报报！少将军，主公被仇家射伤，主你快回去。伤势严重吗？伤势很严重，主公被侍卫抬回来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公子啊，请稍后。公子啊，骤风巨变定要冷静应对，主公重伤的消息一旦流传出去，各军的文武就会惶惶不安，特别是如果许昌、曹操和荆州刘表知道此讯，朕这可能蠢蠢欲动。
趁江东内乱之时向我用兵啊。多谢先生教诲。请令三军统领及各级将士，就说主公在行猎时不幸坠马，受了点轻伤，不日即可痊愈。敢有造谣生事，击斩！明白，我这就去传命。王老将军，在，请你撤去街上的军士，让将军府恢复常态，让各级官员归守原职。知道了，急办。全帝来了，哥，哥，取我的兵符来。孙权，接下江东兵符。哥，这万万不可。你会好起来的。停令！接下兵符，执掌江东，照顾好母亲。哥，我担不起这等大任呢。要论沙场驰骋，决胜于两阵之间，你不如我。但要论举贤任能，运筹于帷幄，我不如你。记得你九岁那年，你孤身一人前往敌营，讨回父亲的尸身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你能担当大任。全帝，如果爹还活着的话，他也会把江东托付给你的。全儿，听你哥的话，接过印符吧。江东文武大多都是我的前辈叔伯，大哥英雄盖世，与他们有生死之情，他们定然服大哥，可他们怎么会服我呢？我才十八岁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太稚嫩了，我甚至比他们的儿子还小许多。全帝啊，你能看到这一点，就说明你有见识。你是年轻，
但你要记住，你是主，他们是臣。哥，你执掌江东也好，既要望三安子，更要对他们好。孙权，而且还有两个人会帮助你，你记着，内事不决，就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就问周瑜。而且，母亲也会时时刻刻地叮嘱你的。权儿啊，你父亲做将军时，也是你这般大；你哥承继父业时，比你的年龄还小。数代以来，我江东一直是英雄出少年。现在祖业交到你手里，你定能够无愧于父兄。母亲，孙权领命了。这我就放心了，叫大乔。老臣张昭拜见主公。拜见主公。末下拜见主公。各位请起。谢谢主公。我受兄长一命，承继祖业，直领江东。即日起，盼各位叔伯多多辅佐，共襄大业。遵命。上主公，将军周瑜正在巴丘前线，此时末将的意思，应该立即召他回吴郡，主持江东大计。我是说，召他回来，辅佐少主公主持江东大计。母亲已经传命了，让周公瑾速归。遵命。伤势于此，大限已到，不能跟你白头偕老，走完以后的路了。你不要怪我呀，夫君。
你不要这样说，你还会站起来的，还会驰骋沙场。别忘了，你的江东大业还没有完成呢。我已如此，何谈大业？想我少年时起兵，数年间就占据了江东。现在我却要先离江东而去，我心痛啊！不，夫君，你不会倒下的，不会。这一切都是命啊，只是少儿现在年纪太小，难成大业。我已将江东托付给了全帝，你要记着，以后更要以江东大局为重，因为江东就是我的生命。大乔，定以江东大局为重。我现在就要离去了，怎么能躺在床榻之上而死？来，扶我起来。夫君，你扶我起来。夫君的妻子，夫君，夫君。夫人，先主公虽将兵符交给少主，可权力交接历来是父王子弟，孙少是先主公亲子，理应由孙少接替先主公掌管江东。孙少尚小，可由夫人代为掌管。这才是千年流传的规矩，如此才有礼法可循，
请夫人带幼子孙少接管江东。幼子孙少理应接管江东，如此才是以江东大局为重，才可使众人信服。请夫人三思。夫人，请以江东大局为重。张大人想说什么，大乔听着。夫人，请问如今汉室衰败的起因是什么呢？应是多位先帝幼小，皇后当政，外戚专权所致啊。如今我江东虽然先主公孙策把大权交给了孙权，可是留下幼子孙少还有夫人你，有很多人因此而心存芥蒂，生怕夫人仿效汉室皇后，一旦有人要挟夫人以此作乱，那我江东必将大乱呐。可我只想为夫君守灵，你说难道我错了吗？夫人当然没有错，或许也没有什么人是错的，可是古往今来权力的交接是父王子替，如今是孙权当政，你带着幼子肯定会引起人们的猜疑防备，一旦有人利用此事，那最终的结局将是孙策一手建立起来的江东大局不得稳定啊。请夫人三思。主公啊，请原谅老臣的直言。夫君，我追随你多年，知道你的雄心伟略，我知道江东基业是夫君的生命，我知道夫君即使在天上也想看到江东的稳定，如果江东不稳，夫君的在天之灵又怎么能够安心？为了江东的稳定，大乔甘愿为夫君舍弃生命，因为我是夫君的妻子。
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何事大呼小叫？传太夫人口讯，请你迅速返回江东。出什么事了？主公，主公去世了。是什么？主公临终前令少主孙权执掌江东印符，承继祖业。太夫人命你立即返回江东，辅佐少主。 一骑江东大业。报，禀少主，上将军周瑜回城奔丧了。带来多少兵马？周将军进城的时候只有单骑匹马。知道了。 为何匆匆离去？周瑜来迟，连面都没见上。 接下兵符，提领江东，继承我父兄大业。少主公，你这是为何？江东是孙氏三代打下的江山。 我周瑜万不能行篡逆之事。将军听我说，这不是篡逆，这恰恰是为了我父兄大业着想。我年幼稚嫩，不能服众。可将军你文武超群，又久随我父兄征战，在江东文武中，你是最有威望的大将军。由你来指领江东。 才能使文武拜服，光大祖业。那么，敢问少主你呢？你又做什么？我愿做将军手下一常侍，一方面可以相助将军，另一方面可以安心侍奉母亲。 安享太平，请将军体谅我的柔弱。这难道是主公的遗命吗？兄长的遗命是让我们保有江东，光大祖业。可能完成这遗命的，首当将军你啊！ 少主心意，周瑜极为感动，但周瑜绝不能受命。
周瑜奉命回城，拜见太夫人。周瑜呀，我幼年丧母，中年丧父，晚年丧子，你说我的命苦不苦啊？太夫人命苦，但夫人辅佐上将军孙坚，创下三江基业，又养育了主公和少主，使得江东能有今天的昌盛。周瑜敬佩太夫人。我虽然命苦，但有一个人可能比我命更苦。是谁？小儿孙权呢？你看他年方18，就不得不执掌江东，任重而道远，内忧而外患，这些都让他惶恐不安，让他暗暗发抖啊。刚才全儿向你辞兵符了吧？是，但我不能受。太夫人，主公的遗命究竟是什么？周瑜啊，你虽然不是我亲生，但我视你如亲子，所以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。孙策留下的遗命确实是让全儿提领江东。那少主为何要谦让给我？这还不明白吗？孙策死后，全儿最敬重的人是你，最担心的人也是你。他想，与其将来你让他如坐针毡，大权旁落，还不如早早的把江东让给你。他相信，只有这样做，不但他能得到安全，江东的祖业也能发展壮大。哦，还有三军将士、各州郡的文武官员，也都能同心同德了。周瑜啊，孙权并不是庸弱的孩子，相反，他太聪明了，以至于他为了江东的百年大业，决心放弃自己的主位。太夫人，周瑜一切都明白了。禀先主公，在下周瑜，率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祖茂，并率三军将士，在主公灵前立誓，同心同德，扶助少主，生死无悔，永固江东。生死无悔，永固江东。将军请起。我孙权在此发誓，与各位前辈荣辱与共，生死同舟，共创千秋大业。
你带着幼子肯定会引起人们的芥蒂防备，一旦有人利用此事，那最终的结局将是孙策一手建立起来的江东大局不得稳定。先生日日受教，心胸大开，真是如鱼得水啊！先生，行，好。哎，云长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，这大哥成了鱼，孔明成了水，那咱哥俩是什么呀？大哥把孔明接下山后，便以失礼相待，食之同席，寝则同室，整天谈古论今。都快把你我兄弟给忘了。哼，这孔明啊比我还小十多岁呢，说他是乳臭未干也不为过呀，他怎么配做咱大哥的师傅啊？哼，此人浑身上下都是嘴，除了巧舌如簧之外不见真本事，大哥都快被他给哄糊涂了。哼，嘿嘿，二哥让我收拾他一下。不可，你何必招大哥发怒呢？那咱们就这么忍着。莫急，太平时光看不出真本事，大敌当前，还是要靠你我兄弟。这倒是。盛开早欢笑。